现年51岁嘅前无线当家小生马俊伟，不嬲都多才多艺兼多元发展。除咗系演员、主持、歌手之外，2020年佢仲攞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文凭，之后又返港修读为期2年嘅中医学基础课程，希望可以为癌症病患出一份力。近年马俊伟更加涉足幕后，参与影视制作。2021年，佢应邀回巢担任训练班校长，为香港演艺界培育英才，同时又应邀出任香港电台创作总监。今日马俊伟再宣布好消息，佢喺社交平台晒出一封信件。原来佢最近先后收到咗律政司司长同政务司嘅邀请，出任青年计划嘅升级导师。马俊伟谦虚表示，只要系马同学能力范围内，必定全力支持。佢话为青少年同文化艺术以及教育等方面出力，就更加系责无旁贷。网民激赞佢越战越勇兼正能量爆棚，恭喜晒啊马仔！